近日乐坛天王罗志祥就被旧爱大爆私生活极其淫乱，甚至大玩正常人无法想象的多人运动。有台湾网民就在讨论区爆料，说罗志祥同班好兄弟组成了 Party Boys， 不时都会约女开 party， 成员就负责约人，然后就交给帮主罗志祥去揀合乎条件的女仔。网民就说帮主重口味，身材大胸是基本要求，而每次都是由帮主揀先，但是其他成员都没有怨言，因为帮主揀正的很多时都会有高质素的。而那位网民又说，这个 Party Boys 不止中港台出名，就连外国的艺人都会找他们一起开 party， 试过有成员因为拍拖之后想退帮，搞到激怒帮主兼要即时换人，结果就搞到内部机密被泄露了。打开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揿下边零一 TV 粒掣，再揿上边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